接电话不是因为想听到你声音，看简讯不是因为还放不下你，去回忆不是因为想期盼你转移，在原地也许就是想再见到你。那些破碎的回忆留在这里，死去的记忆存在脑里，用过的东西摆在原地，死了心继续呼吸。还不是在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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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离，继续远离，在想你，在想你，在想你，何必回去。在想你，在想你，何必回去？